坏了坏了！他带个星座，这前期拿完了呀，还行，这波刷牙刷的还可以，丢了三个兵。半波兵，难受了。你的远程英雄跟我对着 A， 你确实是行，兄弟。你就即使你升二了，又能怎么样呢？硬吃我三段 Q。自己送的就没办法了。这边兵赶紧小清一下啊，一打不了二连蹬回去。别让他耗血啊，他敢耗我们也耗他。这干嘛去了？这我们这一波就好好补刀就行了，玩他一波。他现在只有一瓶血药，他敢 A 我一下，小兵就会打的很多血。来了，这个车你补不补？哇，这人不补车，我确实是没想到。走。不杀了，不杀了，不杀了，不杀了！这可杀不掉啊！扣一连，哎，这个维恩是真厉害啊！他补刀每一次，我要抓他补刀的时候，他都不补了那个刀，他真能忍，我发现。哎呦，痛痛痛！啊，我可有 QE 啊！这波不要 QE， 一点盐平 A， 这波不要 QE 啊！这波直接一点盐，如果 QE 他一定会躲。哎，我们两下我们是死的，我们如果点盐接个平 A 他就不会死，我们就不会死，但是他会死。掌握他的心理，搞了。虚弱比减盐时间长，先来个布甲孩压压惊，来个八七五加一个小药，出门打维恩就得跑得快，要不然就会被他给封着，知道吗？哎，我刷完牙感觉好多了，嗯。好多了，清爽多了，感觉有点无敌了。跳弹下来，
第一波不放大招，一段 Q， 二段 Q， 开大招 A 一下，受一连平 A， 链平 A， 平 A， 平 A， 你都打我都不掉血，我就干 A， 我都把他给 A 死。我们这木甲鞋一除，他就是弟弟。他寻思这一波我们没有闪，没有那个点炎，他有虚弱想干我一波，你知道吧？机会找的不错，就是我的装备比他好的有点太多了，他得先耗我血。Q 一连，二段 Q， 三段 Q， 链住，让小兵打。杀一刀，一段 Q， 二段 Q， 扣一，交个闪好了，闪现扎，你干啥呢？插个眼儿。这不闪现一刀扎死你呀、啊！好，而且我觉得我也不能好。嗯。杀扣一连链儿。一段扣开大招，二段扣一，三段扣飙闪了。哎呦，个老螳螂，我咋没看见他呢？可恶可恶的螳螂！不过他交了个闪现。改个扫描吧，这样我就知道他能往哪走了。这螳螂来了以后，如果是维恩的人头我们就赚了，关键还是螳螂的人头。我被瞎当了没？我被瞎当了吧？我还750还给了。这波维恩不杀了，杀他不合适，杀他都不如补波兵，说实话。真的，我杀他都还不如补我兵呢，都不值钱，都没我兵值钱。这把其实我们不是那么特别好发挥。在这堵他啊，扣一连 A 一下链，杀点炎，平 A 扫描，一段 Q， 二段 Q， 一 A 一下，好秀的威恩呐、啊！把塔皮全收了，这要玩个蒙多绝对没这效果，我跟你们说。他还出死刑宣告，你不用出装备了呢，你就这样式的还出死刑，兄弟你真是都不用出装备了，烈士角还出这种破件，回家了。
来一个可血战斧，这把得配个蟹手了。配个屁蟹手啊，就暴力一点这一把。直接来个提亚马特。其实剑魔出提亚马特不太厉害，他先出小锤厉害。这波螳螂在我们家的红 buff 跳弹过来，不要跳到这里，跳到这里他就知道了，知道吧？扫下来开大招，一段 QE 链发二段 Q， 先打红发平 A 平 A 平抽抢人头，哎，去中路收波兵。我帮你保红，你还抢我人头，红也不给，你说我这还怎么帮你？哎，这维因为啥不走啊？他可能已经放弃了，我估计他现在就想用他的命来换。你这可血战斧，啊！防御塔的层即将脱落。Ally has been slain。我迈向死亡。少补了半个维恩，三分之二个维恩。咱先打个螳螂的红，把他野区压榨一下。看能不能把灯塔拔了。这维恩刚才做的是对的。这个螳螂现在有一种这自己感觉无敌的感觉，你知道吧？他又有点膨胀了，开始。这么点血差不多够用，够杀他了。哎，他居然不往那边走！可血战斧，哎呦我、啊！这不对劲啊！这不对劲！哎呀，这不对劲！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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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可不对劲啊！我没想到他把我三段扣给我躲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不是换人了，他有闪现把我三段扣给我躲了，我吸血没吸上来啊！这波他有双招。哎呀，大意了，这我大意了。但是好消息是他值钱了。我再吃一波死应该能打过，吃少了，装杯了，给自己一个嘴巴子。哇，他嘎的 like 了，还算没有辜负我，可以啊。把他的石头人都给他吃掉。
别急跟他打啊，等一下技能慢慢耗他的血。战斧杀一刀链一段 Q 链死 A 二段 Q 杀一刀 Q 一连平 A 再 A 回来呀、啊、来嘛小老弟二段 Q A 一下 Q 一连和血战斧平 A 接点炎两盘大拇哥这波维恩要有双招能秀我，他要没有双招，他们秀不了我。Hello, it's me。加速，和血战斧一走一个 Q A 二段 Q。就一连发一刀发不溜 A 再 A 就一连二段 Q 三段 Q 可写在666呢可以了啊这卡莎有闪现，算了，一 W 二连，我们上哪去呀？老司机带带我，我要去查威恩，走，扣一连，咦，这也不用这么样的吧？这维恩有点太惨了。这个墙好像能移过去，不可以吗？应该回家出装备了，其实。16级了，我们可以尝试一波1v5了。这卡莎不飞，给我开大招，进夫，华纳刀。跑，跑你可跑不动吧？来走位来，注意点，第二度。
二段 Q 杀一刀，可铁战斧。我感觉咱可以来一波一 v 五了。谁进去谁傻啊！谁进去谁傻、啊！这是灵车。杀维恩呐、啊！和解战斧助一连，哎呦，把我杀掉了。来吧，一波吧。别打了，快点的吧。你说为什么就打到最后就每个人都想在泉水里再打一波呢？